卡纸了，卡纸再拿那个镊子、锥子什么给它抠出来才行，要不然你那个就动不了。要么就是后边你压纸杆，你看你一轮压下去了，我说要没压下去的话，你是不是把那个后边压纸杆给放下去？压纸杆要放下，如果说轮转的不够，那就是卡住了，肯定把纸卸下来。我发那俩遍随便给人啊。嗯。这是模板的那个，安装那个安装包还有收集收集包。现在不有人给我卡吗？我有的话你给了这个，但是记录一下子啊，你给他以后你记录一下子，知道吗？嗯。